拉一坨粑粑。 把它剪掉了是吧？哦，对，刚刚拿掉了。拿掉了也对哦，我想想应该是，这回料了。回料。这肯定是回料，100%是回料。和刚才那个一样的。看起来很差。
哎，这个玻璃门倒挺漂亮的。上次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的呀。哦，上次也是这样子的。 把它丢到那边去了是吧？它用什么料啊？也不知道，材料的一个膨胀特点，还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。膨胀率其实应该偏差应该还好吧。 成像率偏差应该还好。